专注、坚持、立志为送礼人传达浓情厚意。三十年来秉持着同一个信念，让 YS Hamper 背后的匠人带你发掘礼的世界。新年即将到来，相信很多人都面临送礼这一门大学问。华人社会呢，是人情社会，礼尚往来是文化传承。随着生活节奏呢越来越快，我们很少有时间去维系朋友及家人之间的关系，也很少时间与每一位亲朋好友见面问候。所以呢，佳节送礼变得格外的重要。送礼真正的意义呢，是为了连结及创造每一份关系价值，让每一份关系获得滋养及保温。简单的一份礼，蕴含着深沉的意义。送礼，送的不单单只是礼，送的是一种关怀，一份感恩，一种思念。通过送礼去连结及丰富每一段情谊。礼篮中的茶、酒、补品以及山珍海味，蕴含着不同的寓意。茶酒寓意长长久久，表示彼此的情谊能够持续至永久。补品寓意益寿延年，愿收礼的人在补品的滋补下幸福安康。山珍海味除了能够为佳肴增添美味之外，还寓意着丰富丰盛、蓬满钵满。永顺礼篮三十年来一直秉持着制作最优质礼篮的理念，让每一份心意都能够被传递出去。我们经营的不仅是礼篮，而是传递浓厚情感的传递员。送礼的价值并没有贵重之分，为了实现合适的礼篮送给合适的人，为送礼锦上添花的使命，我们致力于研发多款式的设计与包装，以满足人们对于送礼的各种选择与需求。永顺礼篮采用牡丹花作为主要的设计主轴，牡丹花被誉为百花之王，拥有雍容华贵与繁华昌盛的象征，让拥有富贵吉祥的牡丹花礼篮摆在家中，不仅可以让收礼人感到欢喜，更可以增添家中的富贵气息。让有温度的永顺礼篮为您传达浓情厚意，让您送礼送得安心，收礼收得开心，一同欢庆新春佳节。在此祝愿大家百花齐放庆新春，富贵吉祥迎丰年。